办的福尔摩沙梦想家所摆出的先发五人名单，吉尔贝克搭配麦卡洛，后场有钱肯尼、林俊杰以及卢冠良，还是以不变应万变。至于在国王队的部分，苏世轩、路易士、杨敬敏、曼尼高以及林书豪打得也算蛮闷的，特别是失误特别多。对，因为对方可以很针对的，因为就只有他一支是比较大的这个锋线哈。吉尔贝克在门线外的话，搞不好还更开心一点。林书豪连带过半场都蛮吃力的，因为钱肯尼就紧贴着他。路易斯在篮下拿到球，轻松吃饼。哇哦，这还是会擒贼先擒王啊！针对阿吉这边，希望是让他打得更加辛苦一点。哦，好球！打小的机会，再漂亮的分球，苏世轩助攻给了路易斯。对，理由因为老实说，以这阵容来看是哇，这边又出现失误。苏世轩打得有攻有守，这边在超绕球，杨敬敏卡圈进了三分线外，新北的四冠。三分线外对手可以稍微放一下哦。那曼尼高还没加入攻击，现在已经向国王队打相当不错了。杨敬敏在同一个位置打开后，杨敬敏背靠背的三分。他们也调节，那今天一开始看起来已经是很快调整好。这波攻势在持续当中。阿吉分给了外围，现在马上还以颜色，钱肯尼换没有问题，曼尼高抄到这一球，但重点是每个人的上场时间很有效率，怎么样飞出来盖火锅的是麦卡洛，但是已经 go tending 了。想必他今天上场的时间会非常久。 Walko 再交回布伊德，单手严控了苏世轩，欢迎回到 Plus League 的场。沃克这一球放短，麦卡洛积极的冲抢，再冲击禁区，他享受了净算加法。赛前啊，这一次的交球必须要控制失误才行啊。麦卡洛踩欧洲步，墙上拿到两分。对，这个系列赛澳都是球队联盟数一数二的。没错，老吴切入对抗以后找到两分了。哇哦，这个在空中林书豪出现了传球失误。吴家俊好球，找弱侧边的队友，地板给球，大逼双手灌篮。对，因为如果这是奥地要一打二的话，十四陈贞杰一样是亦步亦需要来跟防林书豪。对，就更多的还是在防守端的表现。终于出手，兄弟连线。哇哦，这一次激烈的讨论，最后一个 play。老吴外线马上的还以颜色，个人五分了。到了下半场是不是能够有一样的这个效率啊？两个包一个，马上还原，但来不及。对，这就我刚刚提到，巨样会有一些攻击力的哦。对。哦，看样子苏伟有慢慢把信心打出来哦。裁判说是进算的。顺一点哦，信心节奏都会掌握到。第一节的比赛剩下一分二十秒左右，陈振杰中距离急停跳投命中。哇！沙曼尼高真的必须扛起一些这大洋战的工作哦，包括这篮板的保护都是。奥迪，哦，没错，尝试第二次把握住了，交回给阿吉，剩下六秒，必须要赶快发动了。分球找到底角，两秒钟，麦卡洛要自个拆这个炸弹，击败了进攻计时器。这一球居然还能，但是他只上场了不到三分钟。对。书豪瞄了一下篮筐，选择往禁区走，这一次的抛投球滚进去了，林书豪开张。对，俊吉交给麦卡洛，下选数短了，冲抢进攻篮板，卢冠良拿到第二波的攻势，靠近篮筐，麦卡洛把握住。对，梦想家我觉得防守篮板有点太过大意了。对，这一球完全没有卡到路易斯。麦卡洛三分线外，前面挡着奥地，所以也只能逼迫奥地做一些高难度的出手。底下无人防守，但小 B 打球靠赛轻松自在啊，六球还是滚进。获胜，有四胜是面对钢铁人的。凯燕，突袭 M1， 新北的标级到目前爆发力还没有展现出来。麦卡洛，裁判享受又是一个净算加法。对，这是我们刚才在是有下降的趋势。老吴做一假动作，交给沃克切底线，哇，拉了一杆，两分摆进。对，经验还是判断也是相当的犀利哦。双方来到了十一分的距离 ，Manigo 急停跳投得分，他自己有被推了，但是裁判 no call， 第一时间割掉了底线。杨敬敏直接逼出来，给出了陈振杰压力。第二线，陈振杰闪过路易
辣火锅。要做激烈的沟通啊！苏伟一边动位一边观察，最后交给了 Kelly Mango Fluttery。曼尼高的外线能够打开是很重要的，在这一个系列赛里面也来到37%的外线命中率，但在转换攻击是 Julian 均是投进2.54个，而且是一个五神的命中率哦。脚臂又被挡下来。奥蒂篮底下出手球进，哇，这个马戏团式的，一样是受足了身体对抗，没有找到篮筐，准心偏掉了，转换攻击之间，这个男人太狠了 ，Chris Macallo 空找自己第一个 field goal， 阿良想要去抄这一球，奥蒂拿到头中距离命中，在混乱之，林书豪收到褒奖，苏伟。切入到禁区 ，N1， 林书伟在季后赛最精彩的一球吃掉了吉尔贝克，放短 ，Long Rebound 被钱克林捡到，压肩切入，林书豪成功防守，15。国王队在上半场的12次失误成为硬伤，麦卡洛，哇，所以他动能开起来之后不够，客场还是有分强弱的。被放投，钱克林第二季的三分球。问题哦，第三节被带出一波10-5的攻势。钱克林面对林书豪的扑防，第三颗三分球，助林书豪，奥蒂到位切入，两个手一个麦卡洛的追平过。奥蒂，哎，追球，裁判说是好球。领先优势，林书伟分球，再找到奥蒂做假动作，慢条斯理的切入。接反奥蒂哦，在护篮板。曼尼高被放投，他选择切入抛投没进，进攻篮板，路易斯捡到再加二。摊开差距，曼尼高面对大 B 直接转换边，马卡洛，哦，刺探步直接砍了一个三分，因为是推人在先，这没有问题。吴家俊打得非常的丝滑，马上要到了分数，直接推边，底线没有机会，凯燕再绕出来，他的盘球是很有威胁性的，中距离命中。对，单边的堆积，再交给麦卡洛，前面站着舒适圈，麦卡洛背后换手，哇 ，Fairway Jumper is a top shot， 也是他们在季后赛上场的第12位球员。第一时间高调篮底下漂亮助攻，吴家俊，急一整场一直想做的事情，而始终没办法做到，刚才终于是让老吴给完成了。诺伊斯在篮底下背筐像推土机，现在要回领先，但是要挡住吴家俊，麦卡洛面对两个人的防守，成功的还原，但是赶不上新沃克的范围了。不过也是舒适圈的这个拼劲哦，给了影响。舒好的挡拆配合，选择自个儿投中距离空心破网，安杰大爆发，攻下超过10分的得分。马卡洛。外线哇，进了就是好球，全部让林书豪有空间。7秒钟，两次的转移，李凯燕外线拉球，李凯燕空进了三分。阿吉漂亮挡拆，单手灌篮。哇，这次选择多样性是蛮多的。好球，奥蒂在有对位的状况之下再放进，交给钱肯尼，还有7秒钟必须要发动了 ，Pick and Pop， 外线出手，布伊德砍进，那现在就考验防守端了。布伊德在第四节建构起了球队的进攻，好球，李凯燕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切入，76-75。走弱边，这球没进。
快速的攻守转换，底线得分。哇，把你的节奏先打乱掉哦。林书豪切入，空中篮板上天，空当活动篮板是 Kenny Manigo。Kenny 指挥队友动位，最后给到有身高优势的奥地单边。哇，不过这一次协防没有过来那么积极就好。出位。再交回给林书豪，要从很远的距离来看过林书豪大号的 logo。阿吉，空中突袭，没有人卡住了洛侧边的布伊德。布伊德是大爆发的拿八分哦。林书豪一球再送高难度的后仰球。布伊德交给外围，小将却是在底角是他的 hustle， 找到杨敬敏，跳在空中，重新组织，没一个，哇，反抗切吃掉了 Randall Walker，Manigo 运用时间差，找到底角，奥地再分球，杨敬敏在底角开炮，杨敬敏自第一节之后再跳出来。两个国王队的射手，林书豪再把球拿回来，奥地在低位要球，因为他具有身高的优势，应该又是后仰了，没有问题。哇，这一个点今天已经犯了太。布伊德切底线，这个反攻放短，麦卡洛拿到球之后往禁区直接冲击，拿下两分，交给 Manigo， 心脏地带抛投没进，再把球抢回来，底线杨志敏准备好要开火了。杨志敏可能会杀死比赛，这球差点要进了。对，现在要抢快了。陈正杰快速的带过半场，球打进，哇，没有耗费太多时间，这个梦想家当然没有给犯规哦。前场李凯燕投跑，没有闪过布衣的差距，那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。这场比赛国王队在主场以96-89。拿下了 Game 3的胜利，也让系列赛取得了2-1的领先优势，目前是一个让一追二的状况。胜利是新北国王。当然，对于城堡里面的球迷来说，可以看到球队。